那 Rocky 今天要一直维持这个姿势来跟我们讲话，就感觉终于有一次可以整到他了。觉得拉筋还有什么样子的优点呢？拉筋一个是它可以让你高兴。高兴，像他这样子的开腿拉筋方式呢，其实他就会拉到肝经络，所以呢，在从经络的角度来讲，确实是会开心的。但是拉筋其实有一些要点，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可以不要这个姿势了。老师，老师，学生在看呢。对于一些像是年长者要刚开始要运动的时候呢，反而是先做一些柔软操，让自己身体的灵活度变好。那拉筋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第一个要理就是一定要反，反，反，就是你往哪边拉，你的力量其实是要往反的方向去拉。